但我故意同意女友半夜出门。可可今天带我出去玩，说很久没有去一下。去呗，玩开心点啊。不过你出门就算这个啊。而且你放心，没有其他男生。然后呢，就只能归零几个。早点回来，你别，你多玩会儿呗，反正明儿又没事儿。也没啥可玩的，我会按时回来，然后呢，我去玩哪，我就会把位置发给你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担心？这有啥可担心的？你去和你闺蜜玩，又不是荒野求生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那个，这样嘛，就是我快回来的时候，就给你发信息，联系我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怎么啦？和你说一声，我这边快结束了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后面的局不太想去。行吧行吧行吧，那我给你打个车啊。回来了啊？你怎么不多玩会儿啊？他们后面要去唱歌还是抢男生，我就不太想去了。倒是你啊，这么晚上让我一个人回来，你也不担心？哎呀，我都用滴滴给你代叫车了，上面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行程呢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回家吧。我包忘在车上了。我以为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我跟师傅联系一下，线上发个单让师傅送回来。哎呀，滴滴超方便的，等会儿啊。哎呀，那当然，来吧，我帮你背包。不是，包也没东西，我自己看。我都来接你了，来吧，我背包吧，来。不对劲啊，十分有十二分不对劲，来来来，要我那确实不重，我说呢，这还没家里一块麻布重呢。